上课了哦。那我们下半场的演出者呢，叫做吴马克之破产夫妻。那为什么叫做破产夫妻呢？我们待会请他们上台解释。那你们准备好了吗？破产夫妻，好，那我们掌声欢迎吴马克之破产夫妻。Hello， 大家好，谢谢大家继续留下来。大家要点酒吗？有吗？讲话。好，跟聊一下啊。哎，老板为什么要叫那个破产夫妻？哎，你讲好了。你别害羞，没关系，你可以。啊？问你啊。哦，就是我们在那个台中市长沙街上面开了一间店，就像刚刚前面有人说，就是它是非常具非常多功能性的店，所以我们花光了所有积蓄，然后就是破产的状态，所以就这是自嘲的方式啦，自嘲自己就是破产夫妻这样子。对，你要补充吗？我没有。哎，大家有嗨到吗？刚刚大家有那个进入那个状态里面吗？因为我想要等一下我唱就是唱歌的时候，大家就是可以一起进入状态，就是可能我问你什么东西，你偶尔回一下嘛，这样子。对，就是这样子。好啦，那我们就先讲一下，因为最近天气就是非常的冷，然后冷热一直就是日夜温差非常大。然后我们昨天在熬夜忙一些事情，然后今天早上起来就是有一点喉咙痛的部分，所以给大家打一个强心针、预防针。如果待会我破音的时候，你们就笑就好了，就当作是啊，没事 ，OK 吗？可以哦，好，没有问题。那带来第一首是张玉华的《原谅》，这是一首很老很老很远不老我小时候的歌。承诺，我竟没怀疑过。
这首歌是原味酝酿的歌，那这首歌就是他原味酝酿是台东在地的乐团，对，然后这是他们的其中一首的创作，对，这首歌叫做《醉了没》，然后就是其实他这首歌也是非常轻松的，所以可能会需要你手边的酒，或是吧台你还没有买的那个酒，赶快去买。因为这首歌叫《醉了没》，就是大家可以听听看，就是放松的那种心情。OK， 好。
谁要唱还是谁要唱？因为对，因为我们最近很就是店里的事情很忙，所以我们就是都没有时间练团，然后一直到今天五六点吧，我们才决定好我们要唱什么歌这样子。所以，呀，你讲话好了，我不想讲话。所以就会很多出彩的地方，大家就当做就是来看笑话的啊，没有啦，就是就大家见谅一下，就是。OK 吗？这样子可以哦。你再下去又被骂了。OK。好，接下来带来这首歌是，它是一个，就是年轻的时候看到一个英国团体叫做 Mindfly， 大家知道这个团体吗？我看到有人在点头了，有人对面的朋友有知道吗？他叫 Mindfly。英文叫做小飞侠，对，英文叫做小飞侠。啊，对不起，对不起，我刚醉了，对不起。中文，他的中文叫做小飞侠，那英文叫 Mike Fly。他有一个电影，现在跟那个林赛罗韩，就是他们有客串，叫做《幸运之吻》，大家有看过吗？《幸运之吻》这个一个电影，对，然后里面就他们有串场这样。好了。觉得他们很帅，好，那就带来他们这一首歌，就他们的那个非常就轻快的歌，这个首歌叫做 All About You， 那大家听听看。
嗯，好。刚刚，那首歌，大家有听过吗？没有听过，没关系。没有。也是没有听过才没有比较。对。对不起，原唱。有吗？聊天吗？跟谁？他们啊。他们现在想讲话。对啊。很干的呀。怎么了？大家今天还好吗？今天心情大家都不是很好。哎，刚刚有人，刚刚有问过说有台东，这边谁是台东人？谢谢外面的朋友，就是阿明明刚那一位。大家是来玩的吗？对，就是我觉得就是来台东玩，就是你要带着那个另外一种心态过来玩，就是你要抛开那个城市的枷锁啊，或是一些城市的一些框架，你是要带一个全新的你自己，然后进入台东这个这块土地，对，这样才可以感受到这边的那种多元的人文、那种风情啊，海洋土地的熏陶啊，美妙歌声的感动啊。有刚刚谁发出的？就是大家要带一种新的心情来到台东玩，不用玩了。去，吸收多一点养分，就是养分吸收够了之后再回去你原本的地方继续吸收，继续吸收晦气。好，那好，接下来这首歌一样是原味酝酿的歌，也就是台东在地乐团，就是原味酝酿，大家可以去脸书上搜寻原味酝酿，好了。吉他手在这边，对，对，这首歌呢，其实我因为喉咙的关系有点不舒服，所以我刚刚看到后面的那个歌单，所以我有点越唱越担心，就是我觉得一直快濒临快破音的那个状态。没关系，我都帮你降 key 了。有，他刚才已经帮我降 key 了，可以哈。然后这首歌，接下来带来这首歌，它叫做《还记得吗》，然后。是这位词曲是由旁边这位大哥，大叔，这位老师，我们吉他老师，我又不是，就是他是他叫阿辉，对，你好你好，初次见面，啊，鼻青甜，耳东甜，然后这首歌叫做还记得吗，然后是他年轻时候写的一首歌，也不是啊，我遇见你的时候我就写了，我正想放了，有没有录影，要卡掉，好，这首歌还记得吗，那我们大家听一看，是一首抒情歌，好，可以，thank you.
好几个部分，听不出来，听不出来啊！谢谢，你听到吗？有，我吉他手音。有吗？有。我先调。哎，我们休息一下好不好？我拿一杯酒，敬大家新年快乐。大家的酒呢？就是让我的喉休息一下下，一下下就好了。听大家新年快乐！哇，那么小声哦，新年快乐！上去，我有点感冒。你可以唱哦。
享好不好？不要了。好啦，你看，我们就接下来这一首就交给你。陷害，不要。哎呦，你看，拍手。不然，我们先再唱一首。啊？再唱一首。我再唱一首吗？对。因为我觉得有点，我唱的有点吃力。真的。对，我就想要咳嗽，但是刚刚就一直忍耐着。嘿嘿嘿，嘿。好像不行了，可以吧？啊，可以。我还没有练团，我还没有跟我自己练过团呢。没关系啦，大家今天就是来玩啦，就开开心心这样子。就做真的破音的话，就当做在做噩梦嘛。可以吗？好啦。好，那你自己介绍这首歌吧。OK， 这个其实没有要唱，好了，这首歌叫做《是谁在唱歌》，这已经是翻成中文了，因为我等一下要唱的是我自己台湾族语的母语歌，然后也是我自己写的，然后翻成中文叫做《是谁在唱歌》。歌词的内容大概就是在讲是谁在唱歌这件事情。是谁在唱歌呢？就是到底是谁啊？我等一下唱，大概内容就是在讲，就是谁在唱歌。对，我在家里唱歌了，然后我的阿嬷在讲说，到底是谁在唱歌了，然后就变成一首歌了。对，这首歌叫做《是谁在唱歌》，也是收录在原味酝酿未来会发的专辑里面。工商服务一下，原味酝酿是台中在地的乐团。谢谢，不要吝啬你的手机拿出来，我是专业爱乐的这样，我们希望今年可以破20000，好，再努力一下。
所以到底是谁在唱歌？我也不知道哎、欸，没有啦，那是我在唱歌。好。好难哦，自弹自唱。对啊，还好我不是唱歌的。换你啊。好，换我了。好 ，OK。好，就是，其实我一直很不想要唱这首歌，但是他觉得 OK 这首歌。因为我觉得你洗澡的时候唱这首歌很好听的、啊。讨厌。就是在洗澡间唱这首歌很有感觉，对不对？嗯，很奇怪吧，这首歌。不会啊，很好听的。好，就是这首歌呢，就是他觉得就可以唱看看。就是这首歌是 Masca 乐团的《一朵花》。很好听哦。对，哎，就是对。哎，他同时是云蔚月亮吉他手，他也是 Masca 乐团的吉他手。阿辉是 Masca 乐团，我不是 Masca。是 Masca 乐团哦，不是 Masca。Masca 现在单飞。那我干嘛唱那歌？怎么很像可怜的感觉？好，那这首歌《一朵花》，我觉得有点难，因为他这首歌的那个他的那个音域蛮广的，嗯，然后加上我现在有点沙哑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只有很胖的人才可以唱这种歌，对，因为我们很瘦，对，对不对哦？应该就 Masca 可以唱吧？对，只有 Masca 跟燕安可以唱。好，你好，你好，没有？好的，那就带来这首 Masca 一朵花破音版，拍手。看是一朵花，我竟然
是一个超降音版，对，为了配合我的那个现在的声音状况，所以它是降音版。
我们快破音了。哦、oh, ，好的，大家待会要去哪里玩吗？或是这几天要去哪里玩？待会要睡觉。哦、oh, ，对，大家等一下就是结束。明天就去乌马克。好，好，可以。要讲好的要来啊。讲好的，哎、欸，工商服务时间。对，明天下午2点开门。对对，然后因为我们的店非常的小，你知道，我们店差不多每一个层楼只有7平的空间。对。然后我们总共有三层楼，7平空间，凡是今天有来铁花村的，明天到那里一律没有打折。我们店真的非常小，因为一楼是就是咖啡厅啊、酒吧啊，就是充满了老板的吉他跟音箱的地方啊，然后二楼是练团室跟录音室啊。对，我们这边很多狗跟猫，如果喜欢狗跟猫的人可以来看一下。或者是你们有想要抛弃的，有没有？还没有。我们这边可以做中途之家。对，因为我非常喜欢狗狗猫猫，所以我们店里收留了很多流浪猫。对，可以放在我们这边睡啊，一晚5000。对，好，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去看啦。对，但是我们那边空间真的很小。对，经过看一看就好了。不用进来，没关系啊。然后接下来这首歌呢，带来那个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乐团 Linkin Park 的一首歌。这首歌它好像比较少人知道，这首歌叫 The Messenger。我知道，你知道吗？又是一首慢歌。然后因为这个Linkin Park 那个他们主唱他唱这首歌的时候，他是用极度嘶吼跟破音的状态在唱这首歌，然后就是非常的好听。当然我不能匹敌啦，就这首歌，就是对，那我就可以唱看看，因为这首歌可能就需要一点点破音的那个破音跟沙哑的声音才可以呈现出这首歌的感觉。但我不知道我现在有没有这个能力，但是大家可以听听看。这就是濒临破音的那种感觉。对，他觉得这首歌就是濒临破音的感觉。对，所以等一下破音那个是高潮点，那个绝对不是。对，那不是破音，那不是破音，我是照着原唱，照着对原版的表现给你们。好的，就带来这首歌 Linkin Park 的 The Messenger。现场3、2、1，开始。
OK 吗，老板？信不信这就是一个桥段？我弹了。啊展现一下你是长沙街女神的威力。OK， G， 啊，那你唱。首就是母语歌，然后这首母语歌是不浓缩的母语歌，然后如果有不标准的朋友，那边的朋友不要计较我，如果你要唱不标准的话，要很需要吗？
因为我每次唱母语歌的时候，被我妈妈骂，讲说就是我的发音不标准这样子。而且唱这首歌的本人还直接跑到我的店里骂。对，这首歌的本人跑到店里骂我，没有啊，开玩笑，来店里喝咖啡，他来店里喝咖啡。好，这首歌是比较轻快的，是王洪恩的布古拉夫，然后就是我们给他稍微做了一点点小小的改变，对。OK， 那带来最后一首歌《布古拉夫》，谢谢大家。哦，再快一点。对。不好赚点这个钱。180。好，那就敲钟，谢谢。没有人敲钟吗？阿豆。
慢走。阿狗才要抢走。好，那就再来最后一首，认真最后一首，也是母语歌，然后这首歌叫《小蚂蚁》，然后我母语不标准，所以会母语的那边的人，哎，不要偷笑我哦，不要跟我妈妈讲。被妈妈骂。好，再来这首最后一首歌，它叫《小蚂蚁》，然后这首歌在讲，就是布农族，就是童谣啦，就是在讲有一只小蚂蚁，有一天看到一个豆子，然后它一个人搬，然后搬不动，一只蚂蚁搬到搬不动。拟人化了。对，它一个人搬到搬不动。所以就需要，反正就是团结合作，需要很多只蚂蚁，就才可以把这个豆子搬回家吃这样。对，那我们就带来最后一首歌《小蚂蚁》。好。Okay.
取乌马克，屋子的屋，玉字旁的马，客人的客，乌马克。没有，外面的字写错了，对吧？啊、哦，外面。外面的客写错了，是客人的客。好，我们再给吴马克制作产夫妻掌声鼓励。来，我们上半场的阿明明，那重贵重的物品记得带走，男朋友女朋友不要牵错，小孩子也不要抱错。那有喝酒的呢，千万不要开车，现在要过年了，会抓得很严。那我们不要为难警察哦。好，那今天主要车祝大家